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周星驰即将开拍新戏《美人鱼》，为招揽新鲜面孔，特别通过网上海选女主角，令人期待做新一任的新女郎。一众和钱国伟合作过的女艺人夏蕴瑜、崔碧佳、林千羽等先后报名。另外，跟钱国伟合作过的女艺人郭思琳也有样学样的参与竞选，以全裸火辣照片出击引诱星爷。郭思琳知道自己未必有机会被看中，但期望照片可带来和星爷见面的机会。她笑言，知道自己未必争得赢，希望相片能够吸引星爷注意，合作不到电影拍张合照也好开心。郭思琳还表明心意，单为星爷做全裸演出。她说，只要是同星爷合作，全裸为艺术献身无所谓。有股权娱乐整理报道。